壮丁们最受 TWICE 欢迎的 RM 成员，大家都想选李光洙。如果你手中有惩罚徽章，你会想给哪一位 RM 成员呢？这算是人气投票吗？小编想给我最爱的刘大婶。昨日播出的《壮丁们》里也还有 TWICE 竞赛的一小片段，默默赢得了跳舞的小比赛，获得了两张惩罚徽章，他缓缓地走向了李光洙，意图相当明显呢。即便米娜挡在光洙面前想阻止默默，但仍然执意给他。李光洙说：“给我吗？”默默回说：“我很喜欢光洙前辈。”光洙试图提醒他，不是，如果收下这个是不好的。默默继续装傻说：“他们说这是好东西啊。”结果两个惩罚徽章都给了光洙 XDDD。第一个就直接给李光洙，光洙不解地问：“为何要给我呢？”子曰回说：“因为你特别，合我的心意。”另一个则给了池石镇，表示因为上次全员一起上了他的广播节目，觉得他很有趣，度过了愉快的时光。李光洙以为折手指很难，结果很多人都做到了，大家也可以试一试。所以被 TWICE 成员们喜欢的人就会得到奖励的惩罚徽章，到底是该开心还是难过呢？ XD